国，开始了四年的学习和生活。起初，面对周围陌生的一切，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充满了孤单和寂寞。一个人住，一个人走路，一个人看书，生活忙忙碌碌，但却犹如一场无声的黑白电影。我是电影中唯一的角色，扮演着一个自己都不太认识的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在忙碌之余捡起了自己的耳机。当音乐响起的刹那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心开始慢慢突破那层茧，有一种破茧成蝶的力量拥抱这陌生却崭新的生活。在那之后，你能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看见用心唱歌的我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故事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，不够你的泪洒落枕头。除此之外，音乐还给了我力量和勇气，让我微笑着面对每一个人。我相信微笑是最好的语言。这部生活的电影从无声变为又腔，从黑白变为绚烂，我也不再是其中唯一的角色，因为渐渐的我不再是一个人，这条生活的路有越来越多的人陪我一起走，我扮演的也不再是陌生的自己，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，我也是一个全新的人。今天我要把我最喜欢的歌唱给你们听，把音乐给予我的力量传递给你们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生活的个者，为生活，为梦想，为明天放声歌唱。三二一，开启。